赛车在我们测试最快可以跑到2.16秒，所以你比官方的那些法拉利方式也快很多。预计是9点封路，然后我们10点会做第一次的测试。我们预计3趟以内可以打出这个成绩。目前对方的成绩是8.93秒，所以我们的目标设在一定会打下8.93秒。那亚洲纪录是8.62秒，我目前测试应该会比亚洲纪录，就看明天老天帮不帮忙逆风顺风的情况。